两点到。对，我再看一次。对啊，外城跟。12:17。对啊，两个都有录到。好啦，很好，很舒服的出去了。哎、欸，都在哪边集合？他说那个小桥那边。过桥还是？那就桥都很短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在桥上等啊，奇怪。全身检查都拉好了。好深哦，八，真就真要命。差很深哦。不是啊，我也没差很深。雪一直在下。那里有一个人，是坐在那陷在底下那个吗？他陷在雪里，他躺进去了。我看他是冲过去倒进去还是怎样。血太多了那边。那里还要往上爬哦。太深了吧！他就不想起来吗？他说他要帮他拍一张啊。哎，是你哦！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一个不认识的人一直叫你说帮你拍一张，是吧？我还这样，我看不到，我要过去一点。就是陷在雪里的人呢、啊。好笑哦！你怎样？你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？摔倒啊！冲到松雪就摔倒了，然后就跌下来。我在爬上来。阻力太强。他也什么东西都没做啊！我干，脚收不回来。你本来就没有绑住啊！好吧，我们先走，不要理这个酒醉者。等一下要上坡呢，继续走，快！继续走，还是要拖下来撸一下，啊，撑一下好了。侧面往上爬。现在小叮当练很多。哎呀，我就爬吧。还要逼耶、欸。
就是要逼。面罩有掉下来吗？你的就在鼻子下。啊，真的、哦？我觉得今天鼻子没擦啦，我今天故意要不弄鼻子。因为弄鼻子，我就搞了眼镜好雾，现在不弄鼻子很 OK。我今天全程要弄鼻子。我不要。对啊，我看看会怎样。还在努力的往上。上坡，上坡。就先上吧。小缆车过桥，呼，大雪警报，至少有30公分哦。结果反而这样横手山不会开。不过我们可以期待明天开或后天开。不是这个哦，最左边那个啊。对，最左边。路口一样是吗？最左边，最左边。怎样？是啊。最左边，23号。
这里的都很慢。好啊，好啊。对啊，好慢。但是速度却一样快。四人就是比两人快啊！你看我们一直超车。我记得上次去另外一个学长，他两人也快。两人。你说白马是哪里？白马后面最后面，我们长滑那个。圆月。圆月有两人。他后山的那个。就拉上山顶嘛。那我就撞很用力啊。对，那你就很紧张，不觉得要被撞了。很好，我这样弄就完全不起雾了。不过现在还没开始滑。有带费力扣。看看哦。下得来吧。偷偷观察别人。他自己往回弹的吧。如果没有挡住的，我刚你手放这里。哦，要又要啊，又啊。没关系啦，都好。东观察，西观察。这里也有条路吗？他们过得来吗？在这里绝对不可以试松雪，我说这个坡度，进得去出不来。对啊，累死自己。嗯，有人往下坐，这是谁啊？这个啊。放那个的，放那个上面的那个。换人吧。是缆车的人。哦，会不会滑下来？嘿嘿。哎。超车，超车，无声的超车。你看他帮我换板啊，所以这板比较好滑、啊。不知道，玩你滑、啊。还没？还没啊，这是刚刚中午才换啊。哦，又换一次啊、哦。它底也是很消耗品嘛。是啊，是前天的一个事情。然后他昨天帮我换的白底，因为我白底很旧的。对，然后我中午才换。他昨天是147公分。所以你是。他一直在铲，一直下就只好一直铲。换你的。没有，你没有，你完全没有。哎，我角度对吗？应该对吧？我觉得蛮对的，因为我们这样一路上来，好像风从后面来的时候多，所以目前为止好像都还好。没人哦，这个斜一点了，有点冷，帮我走一点点。虽然我早上没有放这个功能，为什么放现在放了觉得？我想放，只有膝盖会冷，膝盖就是裤子。是放在外侧口袋，放这里，我没有放在这里，这是在裤子。然后从他那边上车啊，对吧？走回去有点上坡，坐车过去再上去还是怎样？那要看我们吃到几点。对啊，就不知道。要看我们。又要带着雪具啊？没
有。没有，一定一定是谢雪聚餐吃满。我们六点才进吃饭啊。哦。我们会坐五点五十几分的车过去，我们就看好班次这里，好六点的位置。那我应该先洗澡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去找你贴药布。嗯。你要贴药布。因为我们就说跟你回去。你要跟我回去？哦，你吃完饭跟我回去啊。我说你的腿为什么是我腿？距离很短。看这个坐比较后面啊。三，你看看。你好烦的你，好冷。最好是没有悬空，最好有人场上听。是要怎么跑 ？Closed， 还真的嘞。什么意思？上面写 Closed 啊。过不去啦，用别的方法才过得去。是啊，那真的过不去了。这就是说往反着走的那条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啊。都可以啊。就可以这样站着穿啊，也没什么人。拜拜拜。那这样变成是？你这样鼻子没问题吗？完全没问题。鼻子都红了。红就红啊，我鼻子没感觉，结果回去就再也不会有感觉。然后你是晒伤或者。嘿嘿嘿。你要不要照一下？今天很硬啊，所以还可以这样搞。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就是动不了。我们都打直板了才这样。
去，冲过来。拖板，啊？拖了一只。在那。在那。前后颠倒，好了，好了。现在雪都好深哦，这边都好深哦。走了。
前面怎么觉得好像很平啊？前面怎么觉得好像很平啊？要用冲的是不是？下面那段好像很平诶，要不要用冲的？那你要跟在别人后，别人滑过的路线后面。你要跟在别人滑过的路线后面，这样雪才不会忽多忽少。要再一次吗？有点不大想。你要哦，好 ，OK 啊，那就继续。啊？好啊。缆车站在那个前面的右前方，跟着缆车线滑就是。速度快的时候额头冰了、啊、好冰。我鼻子没擦，我等一下要盖一下额头。不是说你外套帽子没有戴上吗？我没戴啊，这次戴起来。就要稍微自己。你们那边的也是这么松，是差不多吧。下半段比较舒服。哦。结冰的头发。对呀、啊，你干嘛不戴？人家说你头发要露。你现在我帮你什么吗？这样就好了。这么戴吗？有帽子啊，但是这现在也不适合戴啊。你看雪那么大，一直掉下来，好像跟下雨一样的这个下巴。看正面，
我看镜头正面 ，OK， 你我的嘞？也没有东西啊。好，很好。你不用手接啊，你等一下看你的膝盖的大腿就知道了。不过风吹就不知道了。对啊，现在感觉是下大雨那种赛事。有些路可能是条件不好还是怎样，像横手山那个就封起来上半部，那边好像据说写到细一点点，细一点点更细，那里有听说，这里没听说，我无从比较，所以这个之所以是红线，是因为它稍微窄一点点吧，但是坡度还好，要是整个有压平的话，应该很轻松。现在是雪道到跟什么鬼一样，欸，那要怎么办？等一下我们下一趟滑去坐最右边那个缆车，到顶的缆车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别的地方，所以最后一段就换个缆车去。哪一个？这那条的缆车还是要滑红线吗？啊？还是要绿线？不要绿线，绿线我们可能会动不了，对，我觉得绿线只能滑红线，这种大雪可能绿线就更累。等一下下来那边，我可能切红线旁边的黑线。那我们就缆车站见。不用啊，就是等一下我会在那个。啊，反正一定会碰到，对不对？那我一起不要去啊！啊，我一起来就不能去。猴子啊，猴子给我出来！猴子出来！住这的，是吗？真的住这啊？都没有看到小动物过，只有一次搭龙缆，我好像有看到什么。那个奇怪，像猪还是什么一样的奇怪的脸。山壁边看到一次而已。像现在雪这么大，连足迹都被盖光光。而且雪这么大，你像人一样，这时候要出门吗？不大想。你看，这早上我看还有一条雪线呢，你不是有路哦？哪有路？这是一条路。可能没人要滑吧。可能怕它不会动。是绿线吧，还是怎样？我刚本来想说，那个后高的点，我只要站稳一点，冲进去应该还可以出来，然后我们插进去了。我们上次的八方雪好像也没那么大。蛮大，但是没有今天那么大。今天警报啊，警报。5号，雨人7号要去帐篷。嗯，今天应该到处可能都有中吧。其实我们这样滑下来，已经觉得人很少了。那今天礼拜天人就那么少了，那明天会怎么办？人更少。我是怕说人少，还会被什么限制开？没有，应该不会。我每天都盯着那个缆车线的那一个看，就是自从可以开之后，他们就开了。对啊。没有，因为礼拜天不开。那也太奸诈了吧。对啊。应该是没有。
就直接先下了，因为我们速度比较慢。我们就直接先下，因为我们速度会比较慢。好啊，没有等你穿鞋。黑线，然后跟着回。我要在哪里等？我还应该追上来。刚刚接上去的那个地方吧。对啊，哪里？也不知道，反正你。说白顶那边吧。我摔倒那里啊。你摔倒啊？汇合的地方。对啊。红线接回去的地方。哦，现在连路都看不到。Thank you.
应该吧，还是他会往那边去。偷学他的方法，偷学他的方法。你觉得你刚好像是不是在学他？有没有一点感觉？只会怕硬硬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硬硬要快点转，不要跑到正面。哈哈哈！往前偷看，有没有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看他刚是不是传什么讯息。没有讯息啊。我觉得应该要在这里等啊。他有戴耳机，但是他的程式不知道有没有设好。看到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尝，我们在缆车站等好了，好不好？最右边，最旁边的缆车啊，船哦。传出去了，好，搞不好他在下面等也不一定。我也以为是这，是你说，他不知道有没有说，走了。大松雪，
以超吗？上面的最正面，这个才是长的。我觉得可能会不会他说的黑线根本没有接。我们啊，好好。这个站，这个四人座。不，在左边这边，不然我们在这里等人，等人进去看看。从后面穿长官过去吗？看看他怎么走。看来是这个门没错，他进去了。那怎么办？一个摔倒的，看那我们把力气用光。他没有收啊，他很忙吧？他很忙吧？现在会冷吗？不会吧。好啊，那我们站着等。是不是这一个人？我看不出颜色。我的绿衣服应该很明显。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
系的就会觉得是白马的教练，这个绿。如果是他的话，这种坡度应该会直下了吧？直下一点，甩来甩去，这都不像啊。这里我就要冲过去，冲啊！啊？你看那一段，你看那个人好了。对，那里好像有上坡，他速度减的很快，那一段可能是小上坡。还是得等啊，不过我再看一次。下去港去了，走走走，速度不够，第三quad的26号，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写。那该不会手机也不行了吧？一直都没有收。好，发了，我发好了，你有没有收到？还是我根本没发出去啊？网络问题吗？我有发出去啊，我的有时间欸。也没有。所以我们大家都断讯了，我看看，我听到叮咚，我看到你收发的了。
说再等一下是不是？我说我们在26号等你啊。好啊。上去啊。没有，我刚发誓说我们先上去了。不过这两个都 OK 啊，我们先停再停五分钟。那我可以把鞋脱了，坐着。我们两个都脱一脱啊，站过来就好了。我觉得会不会太冰了？坐下去会不会太冰？好深哦。怎么突然间觉得人变多了？突然间觉得现在人很比较多。你坐下去有没有把方向盘先拉长啊？你每次就是后面会凉凉，就是那里被掀开啊。不是啊，那远远的地方碰一声啊，最好是我。这个吗？哪一个？这个人滑的是不会甩手，这个人在练习那个肩膀不乱甩的滑法。我听到声音了，看他写什么，叮咚啊，第二个叮咚，他怎么了？他说 OK， 他说我们上去 OK。先等吧。他讲 OK， 那他在哪里呢？对啊，他又没讲。但是帽子不大行。快要变成一种可以顶住背后的距离了。我有了，哎，顶住，一根而已。啊，我可以了，舒服。屁股要往前挪，我愿意为了这个挪一下屁股。我抽不准，没办法。这样也可以，在中间。对不对？舒服吗？有顶住更好。你没有顶住吗？对啊，很好啊。
再手一手，他后面的手怎么晃啊晃的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我觉得他在大学里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到汇合点。你卡在大学里的地方根本还不到汇合点，对吗？啊，就很多稀里拉扯，然后他也试着稀里拉扯，真的，因为我跌倒，然后他把我拉起来，然后我站起来，他也把我拉起来，他把我三只翅膀一个男的。又要拉人很难，好不好？起不来，太深了。板子也不能解开，是怎样？不用拍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往下拉一下就好了。吓死！会比较。人没出现，一定是有什么事啊。那等一下直下这里休息，要休息啊，要休息啊，这么快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还没滑多久，那等一下去逛那个森林好了，好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卡住，就是因为可以啊，也可以就纯练习，这样一直下，一直下。这个上面是蛮头啊，现在就被盖住了。被盖住了，馒头还是馒头。这个是上滑的吗？对啊，而且刚刚那个很好。不是，这个是树林周遭围起来的地方。我就跟他说我不行了，你们可以陪我下去。哦，你跟他寻求帮忙。我不记得阿公阿嬷，阿公还拉我，阿公救你的，然后阿公就陪你，没有三个一起，是，对，然后后来我滑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到那个比较斜斜坡，然后反正我那也是摔好几下，可是那斜度够大就，还要用走的吗？啊？我在想怎么样才插得进去啊？我看一下这个方向，是插不到过去啊，还要爬一波呢。我觉得好像有点难钻进去。不然等一下看指标，那要是往东莞山方向可以的话，往那边去，反正那边回来比较简单，有缆车。这树是可以把它撞倒。你可以压倒啊，我就是可以压倒。这条路可以，好小，近是像小树林。
但是没有人要。我说那个什么什么资深的雪场。不要。好，那不要。不要，我上去撞树。不是，那个小树林是远远的有一棵树，不是树林。那个雪场的名字叫什么什么资深，就这样。你昨天不是有看到？对啊，是右边这个吗？这个被树围起来里面，它是一个只有绿线的雪场。我担心的不是它好不好滑，我担心的只有要怎么钻进去。现在也好大，像是超级大雨的那种。然后都没有人要坐这个缆车，嗯，有的，刚刚不是也有人在跑，就是很少啊，你看少到不行。不要你禁止往下掉，不要滑这里。到了，看一下牌子吧。要是可。没有，先看指示牌。要是往右可以到另外一个雪场联络道，我觉得就走那边吧。哎，东莞山顶展望台，展望台在哪？看那个图，应该过得去吧？他已经没力气了。说什么？哪里有写测距？这一段没有开。东莞山展望台在哪？没看到，东莞山公路在这。这里理论上可以滑过去，但是比较偏哦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吧。然后那个小森林这里应该可以插进去。高天远的缆车。好像有开，但是去要回来的话，哦，从那个小森林一路斜回来，可以。那我们先去高天岩看看。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太平，就是很害怕太平了。还是要拿那个纸的地图来看，那箭头好像是怎么画的、啊？真的过得去吗？会不会我们走好远，走到要死？我记得那箭头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还是怎样？高天远，那绿色箭头往左，红色箭头往右，只有左。没有没有，红色的、啊。对啊。红色往右啊。但是绿色又往左啊。那是上去的时候才能，但是从那边，等于从这边滑下来的时候才右过来，这边下去就是红啊，不会往上爬。我是说怕太平，好，走吧，那就滑高天远，一直往下滑，高天远往下滑，然后接着坐高天远缆车回来，接着一样往下滑回来的，滑两次就对了，
对啊，踩到我的满值了。哦，好的。往前走啊，也不知道走多远。没有坡度的话，就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啊，累死啊！什么声音？红线啊！往前看，往前看。我去看，我去看。太慢，太慢。这里就下啊。对啊，他就是那边是绕一圈过来的啊。对啊，是啊。对，这路是有点窄。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利用松雪这样直直滑就算了吧。利用松雪直直滑算了。那你对不起。
要休息是不是？他好像把我们赶回去那个小森林了嘞。觉得这边黑，对面红。我们要往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地图啊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我觉得它一半黑一半红。对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啊，我看一下。还是你拿地图给我瞄一眼。缆车站的一边跟另外一边。自己看，你看缆车站一边是不是黑，一边是不是红？我记得是。来，高天原，高天原缆车只有一条。对啊，我就说要穿过缆车那边才是。也可以啊。还是你要试试看？我觉得偏左边一点好像可以，右边好像太窄。其实只有刚下去的地方而已，你就不要管它。那如果它要松水，可以。是吗？我觉得不高，因为都被人家刮走了嘛。还好吧。刮走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南华，就是自己注意一点啊。我刚刚找了。反正就是这边直下啊，但是我比较期待的是走那一边，还是我们侧过去啊？过去好像血也太多了，我也不敢过去。血太多，血太多，直滑的。这里很松哎。回右边吗？我觉得这样子直直下就好了，很松很松，直直下一点，然后再横着就可以停下来了，横着就会停下来了，直下一点再横就好了。
很松，很松。把脚抬起来就好了。阿少，松松松，你出得来吗？很神奇，但是好像蛮安全的，我觉得。好，很好，可以，我们就重心放对就可以下了，一次玩一个弯就好，然后双脚不要插太开，免得自己被另外一只脚吓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啊，随便你啊。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下到缆车，跟着缆车走，跟着缆车走，那就这个缆车站休息吧。前面好像回得去，你有没有想要过去？啊？其实都可以啦，其实两边的已经都差不多了，你只要注意右边比较低，就是右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就好了。平的啊，下面，下面很平的吧？
车啊，好冰哦，受不了！我的儿童车车道好冰，所以我就停在这里背对方休息。太冰了，缆车站吗？最大的房子。那里应该是餐厅吧？啊？什么？但是那边。这边可以直下啊，哇，你也太深了吧，太深了。有没有拖板？怎么会这样？太深了，你现在放屁股那么深哦。错。那边没有人滑过啊。哦，好惨哦。没关系吗？你的板没有拖掉吗？把板拖掉，然后把它抓出来丢给我，这样。你要拖板啊，先拖板再站起来。你趁着你坐着的时候，你把板子把它拆掉。我觉得刚应该也拖掉了吧。没有，都在脚上。哦，那你应该没有倒，你只是身体往前弯，对不对？好。没有，你要走到我这里来，所以我说你要拖板，并且走过来。你不拖板吗？拿起来，但是你走不过来啊。拖。嗯。你拖板就可以站好啦。你不拖的话，前后滑动啊。怎样？不然的话，你两个板都没有拖，对不对？你上下跳动，渐渐的往前滑，尽量靠走，上下抖，跳跳跳。你要跳跳跳哦。你现在不是站着的，你是跪着的。你一脚高一脚低吗？不能撑啊！要撑啊，不撑我站不起来。好。但是你一撑又往前滑、啊。我怎么掉进来的、啊？你直直下来的、啊。我来开路。你还是沿着我这条路出来吧。右脚拿出来了，左脚还卡住。我是压雪车。你休息啊，我继续开路。啊，我可以躺着。你躺啊。我可不会碰到啊。算了，不要理他了。讨厌，讨厌，跑不出了。
不是左脚，是右脚。好啊，你就不要乱动啊！我把路踩平再过去啊，因为我这样踩出来的平面啊，只有雪板才站得住。要是我一脱鞋子，我一脚一踩，我脚还是会陷下去。哦，我不能太冒险，我要慢慢压。我快了啦。小心啊。我要先。我一拖的话，我一站我就会掉下去。你就想办法过来。不，这很难，它是松的。我陷进去的话，我们就都糟糕了。出来了。我现在会压在你的板子上，应该没关系。不会，没有压到。在这里。但是我也弯不下去啊。用肚子啊，用你的棍子。你帮你对准，丢啊。有啦，没有，没有吗？我都按下去了，感觉了。我脚这粘住啊！等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让我按对地方？我刚刚有一个卡下去的感觉啊，还是滑走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看不见，我没有力气，但膝盖又很痛，大腿也很痛。完蛋，我大腿要松。怎么就歪了侧边？都歪了，在这里啊。所以呢？我真的拖不了板啊。他现在在这里。哪边？在这里，这里。对。按不住啊！你等我。按不住啊！没办法，我要先进去了啦，完了，我要后退哦，我要先后退。你不救我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这里，好，我想办法，我试着踩踩看看，我这套到底够不够硬。我站站看，还可以，我压死的地方还可以，那我下来吧。我怎么都是血啊？
我真的松开啦、啊。但是我脚，真的吧，真的我脚早就松开了，我刚刚真的有松开。你伸直休息。哇，好痛好痛！啊，好下面好痛哦，病。怎么办？等一下再拿，你先休息，我来弄。我要继续把这里铲平才可以走出来，我等一下用走出来的。我先把雪踩实。好痛哦。然后我顺便回讯息。早知道滑那边我就没事。那就。你看到没人滑过？我没有想到，我想说，哦，他说这边好不滑了，然后就滑进去，然后可能就做一动，痛。你不要再继续把雪做实了，好吗？做实才好。做实我怎么拿起来？我又没有坐在你这上面，等一下我帮你挖。天板在这好吗？天板这样，我在隔壁啊。我等一下帮你挖，你现在先别急着挖。现在先坐着休息。我刚才呢，我在救救，然后来挖。好了，你不要动，我来弄就好了。有了。好厉害哟！为什么我都没力气？我还因为我没有摔进来。等一下沿着这条路走出去，不能踩别的地方，其他地方一踩会陷下去。你两只脚都解开了吗？没有，这只脚还在脚上。那也要解。可以穿脚，可以穿脚。你会站不起来。它在很上面。不，它在很上面，但是你要把它脱掉，不然你走不出去。不是踩你的印子就出去了，是吗？因为你这只脚没有板子，所以这只脚会踩得很深。这只脚有板子，所以不会陷下去。你这样走会有点难走。好。那你要注意，有时候脚会陷下去，陷下去之后站稳了，你再换另外一只脚。好。啊，我看他闪什么。这样真的没有比较好走、啊。那你膝盖还好吗？那个上面的还比这里好滑，这季的松雪就又很惨。其实到处的松雪都又很惨。我饿啊，就折下去。好，回头。这前面这块地是松的，这一块都还是松的，没人踩过。我转，你小心哦。啊，那你右脚可以踩这种地，因为右脚有雪板，左脚不能踩。是太阳哎。对啊。我们的眼镜居然可以看太阳。现在太阳很雾，好不好？你拿下也可以看。不敢。嗯。好，走了。好。我也坐得很舒服，不大想起来。我会不会起不来？两个半半。我会了。我来，等一下拍一张，还好吧？还好吧？好了，那我走出去了，还可以，大概脚的话只会陷下去5公分而已。
里你也要小心啊，我还不敢在那里穿呢、欸。这里还是很松啊，怎么穿？继续往前走。中间是松的吧？是松的、啊。要让它有个固定的地方，不然滑走也不好穿。好了，这个雪松松的啦，那房子真的去得了吗？去得了，可以。去那个房子啊，感觉有一点点上坡，反正在后面的房子。左拐，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。进南往左拐，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。
反而过不去耶。错了是不是？我们走错了是不是？过不去。他写20啊，好，那就对了。好，很好，刚刚好，这里休息好。二下。写个 low battery 不知道写怎样。这是没拆啊。差了一个。有，刚刚一直在录。